包包在我们生活季节的时候，男士的包包是装的饭盒和上班要用的工具，女士的包包装的是孩子的奶瓶和尿片。而今我们生活水准提高了，箱包那个功用已经不存在了，他们也随着生活水准提高登上了大雅之堂。现在男人的包包装的是手机、iPad 和公文件，女士的箱包装的是高级化妆品和高级首饰，而且女士的箱包是女士名媛们出席重要 party 的穿的得体服饰的配件。今天我们把它带在了舞台上，它就成为道具，让我们一起目睹箱包的风采，请看俏夕阳的箱包秀。